大家好，很多人在做凉拌黄瓜的时候第一步就做错了，难怪做错的黄瓜不好吃，很多朋友都是直接放盐腌制，其实那样做是不对的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天花板级别的凉拌黄瓜，这样做出来的黄瓜放多久颜色都是翠绿的。我们首先准备4到5根黄瓜，我们在选黄瓜的时候尽量选这种嫩一点的，我们可以用手来捏一下，如果比较硬的话这种黄瓜就比较嫩，然后放到案板上去头去尾。再准备一个大碗，把切好的黄瓜放入大碗中，碗里面加入2勺小苏打，然后加入1勺快要过期的面粉，然后倒入多一点的清水，水的量要没过黄瓜。我们把黄瓜清洗一下，给它清洗干净，因为黄瓜的表面坑坑洼洼的，难免有农药残留，我们用小苏打和面粉来清洗，就能够很好的清洗干净表面的污渍。像这样来回多揉搓几下，然后再多换几次清水，这样洗出来的黄瓜就比较干净了，吃起来也比较放心。锅中倒入多一点的清水，开大火把水烧开，水开之后再把我们洗干净的黄瓜放入锅中，我们给黄瓜焯一下水，焯过水的黄瓜颜色更加的翠绿，放多久颜色都不会发黑，而且还能够去除黄瓜表面的青涩味。焯水的时间也不用太长，给它烫1分钟左右就可以，然后给它取出来放到案板上。我们来看一下烫过的黄瓜颜色非常的翠绿，然后再用刀把黄瓜拍散，拍过的黄瓜更加的容易入味。拍散之后再改刀切成小块，切好之后装入大一点的碗中。很多人做到这一步的时候都是直接放盐腌制，其实那样做是不对的。加入2勺白糖，直接用盐腌制，腌出来的黄瓜只有咸味，没有脆嫩的口感。我们先用白糖腌制，腌出来的黄瓜更加的脆嫩，然后用手充分的抓拌均匀，抓拌均匀之后放一旁腌制20分钟。再来准备一把腐竹放入大碗中，然后用手给它掰成小段，2到3厘米的小段就可以。在碗里面加入1小勺盐，然后倒入清水，加入食盐可以快速泡发腐竹，几分钟就能给它泡软。再来准备一个小碗，加入一把木耳，然后倒入温水把木耳泡软，然后冷锅冷油加入一碗花生米，开小火慢慢炒，火不要太大，太大了容易炒糊，炒至花生米颜色变深，锅中有噼里啪啦的声音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放一旁放凉备用。再准备4个小米椒，切成小米椒圈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来准备多一点的大蒜，先切成薄片，再改刀剁成蒜末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来准备一把清洗干净的香菜，切成长长的小段，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然后烧一锅开水，把我们泡好的腐竹和木耳倒入锅中焯一下水，焯水的时间也不要太长，煮2分钟左右就可以。煮好之后捞出来，先放一旁备用。然后准备一个小碗，把我们切好的蒜末和小米椒放入碗中，然后淋上烧开的热油，激发出香味。这2种食材一定要淋入热油，才能激发出香味。然后加入1小勺盐，1勺鸡精，1勺白糖，1勺生抽，2勺陈醋。然后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，搅匀之后先放一旁备用。这时候我们的黄瓜也已经腌制好啦，看一下腌出了很多的水分，然后用手给它挤一挤，把里面的水分挤干净，这样黄瓜吃起来更加的脆爽。挤好的黄瓜放入另外一个大碗中，再把腐竹和木耳也加进来，炒好的花生米也加进来，再把调好的料汁也加进来，切好的香菜也加进来，然后用手像我这样搂着拌，这样拌出来的凉菜特别的有型，而且特别入味，
而且快速的就能把所有的调料抓拌均匀，抓拌均匀之后就可以装盘啦。我们这样做出来的黄瓜颜色翠绿翠绿的，特别的好看，而且这样做出来的黄瓜口感特别的脆嫩，放多久都不会变色也不会发软。如果你也喜欢，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谢谢您的支持。